今天呢，咱们来看一个位于大洛杉矶地区尔湾市的高性价比的全新独栋楼盘，目前呢有两个户型在售。大家好，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 Chris 刘。首先呢，咱们进入房子，看到的是这种大的开阔式的设计，整个房子朝向后院的部分全部都是由玻璃推拉门组成，着重设计了这种室内室外融合的空间感。在进门的地方呢，有一个大挑高通向了房子的二楼，这是一个标准的两层楼的大挑高，所以一进门的时候呢，就给人一种开阔大气的感觉。一楼呢是开阔式的大客厅、厨房，还有卫生间，还有车库。现在呢，咱们上到了二楼，三个卧室都位于二楼。具体的户型信息还有资料都可以在我的朋友圈里找到。上了二楼之后呢，咱们往左转，首先呢，这是一个主卧。卧室的这部分呢，配备了三个窗户。咱们现在呢，来看一下主卧的卫生间，配备了站浴，还有浴缸，两个洗手池，并且呢，还有一个宽大的衣橱。继续往走廊里面走呢，会有两个次卧、卫生间，还有洗衣房都在那里。上一期113.8万起，更多信息可以关注我的朋友圈。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，持续给您带来最具性价比的房源。